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明亦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空，不愿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时，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不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僧揭谛，菩提萨婆诃。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Thank you.
大家阿弥陀佛。我们上次上到第七堂课，那这个第七堂课呢，我们把释迦佛的出生、童年讲到少年，接下来就是要讲他的那个成年，就是他成家了，他现在在找那个太太这个阶段。可是有，因为我刚外出三个月弘法，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些关于在这个弘法的过程啊所得到的一些学到的一些知识也好，或者是说经验，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当然一切都是跟佛法有连贯的有这个关系的。就是为什么我们对释迦牟尼佛、对佛陀要有非常的深刻的认识还有认同呢？有原因的。因为我在这一次在南美洲，我发觉到人家学佛法的心很好耀。现在有一句话你们有没有听过，很夯，很 popular， 这是应该在台湾比较常用的一句话，现在啦，就是很夯哦，就是哇很棒这样的意思。现在佛教啊，在南美洲啊，在拉丁语系的话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宗教。可是它受欢迎，那一般是怎么样的去阐述佛法的呢？那我比较了南美洲还有我们北美的状况，还有甚至于我有回到台湾嘛，好，你这样子稍微了解一下。诶，我发觉还是就是说是佛教是伟大的，释迦牟尼佛他创办的。可是接下来现在的弘扬呢，大部分的重心不见得是在佛陀的这个人物上面，或者他所讲的佛法，很多时候是在佛弟子个别的这个着重于他们。怎么样说呢？我认为这现在这个时代啊，所谓个人崇拜主义啊，非常的兴盛，很多人都想要各立一派，有这种风气。各立一派不是不好哦，他必须要，只要是佛弟子的话，一定要把所有的功德，所有的这个我们说 glory， 赞扬，应该回归给谁？释迦牟尼佛。这怎么说呢？我们穿的这个衣服啊，出家人啊，不管是我们北传的或南传的衣服，就是袈裟啊。我们穿的这个袈裟为什么值得人家恭敬呢？实际上不是我们个人所产生的功德。如果今天释迦牟尼佛2500年前他没有证入无上正等正觉的话，我们穿这个是没有什么特别意义的。你们懂意思吗？这是一个传承，这是一个整个系统。所以我这一次在台湾的时候台湾的慈济委员邀请我去参加这个佛遗教经用歌仔戏的演绎，跟大家结缘，就在那个佛欢喜日，就是叫做七月吉祥月，我很感动。为什么呢？因为整个法会3000人参加，在板桥那个慈济分院呢，它整个重点在谁？不是慈济，不是证严法师，证严法师把所有的重点放在谁？释迦牟尼佛。所以我这一点要赞叹那法师的，他说他30年是奉献给慈济，接下来的时间他要奉献给谁？佛教。那这一点呢所以我一定要告诉你们说，我们学佛法一定要时时刻刻的认知说，我们是三宝弟子，我们是皈依佛法僧，我们是以谁为最上，就是上师最高的导师，释迦牟尼佛。要切住这一点，如果没有记住这一点的话，
落入依人不依法，那就容易会偏差了。那另外一个经验是，这一次我在台湾的时候，有一位居士，他认识一位仁瑞啊，97岁的一位长者，他是天主教的神父，他叫做赖神父。他在台湾，他从中国是叫做北平的时候啊，他就已经去中国了，他就开始弘扬，他就是去那里去神学院，那去弘扬天主教。那跟着台湾的这个国民党一起啊，就是说跟着国民党一起退到台湾来。那他在台湾继续的，已经在台湾五十多年了。他是西班牙人，他是西班牙的神父啊。人家问他，现在人家问他说：“你是哪里的人？”他说：“我是台湾人。”因为他会讲国语。97岁。那是一位佛教徒告诉我的，他说他认识他，我说我一定要认识这一位。那他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认识，那我就跟他约了时间，就是跟神父赖神父约了时间，那我们就去那他的那个天主教堂那里去，那我们在那里见面。那赖神父就很好奇，他说我在台湾这么久啊，很少出家人像你这么样子很想要就说交流的，除非是有特定的活动，那为什么你要跟我见面呢？他问我，他很好奇，他人很亲切哦。那我说很简单啊，您是西班牙人来到中国，来到台湾弘扬天主教，我是台湾生的中国人，我要去南美洲弘扬佛法，所以我想了解您的弘法的精神啊是如何的，您为什么肯把你的生命奉献给台湾这个土地，因为他打算死在台湾的哦。他又跟我介绍他的朋友92岁的神父做了一个两个词典啊，汉西词典跟西汉词典，他是著者，编辑这个花了十几二十年的。那我一讲完的时候呢，他忍不住就抱我了，就抱住我这样子，哎呀，真的是我们是好兄弟。那我们两个互动呢，所有的天主教徒在附近，在旁边，还有佛教徒啊，看了就哇，好像两个小孩子在那里这样子抓着手在那里讲话，好亲切哦。宗教啊，没有产生隔阂。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在什么相应？我们是在想跟真理相应。在真理的角度的话，没有宗教，没有什么男女，没有肤色，没有国度的这个差别。那我们就谈一些，他就告诉我他一些经验啊，甚至于他拿一本他的那个传记给我。他就跟我结缘，写了一些致辞给我，就是签了个名。那他交给我的时候，他说：“你不要相信里面写的东西，那都是骗人的。”哎，我说：“好好好，我知道，我就把它当作故事这样子看。”哦，好好，谢谢，这样子。那我们就交流得很好，而且我跟他说，我每次回来台湾的话，我都来看看您，好不好？他说：“好好好好。”他97岁了。我跟他说，我每次回来台湾，我都来见你。我一年只回来一次或两次。他说：“好好好。”他没有年岁啦，岁数的观念啦，头脑清楚，身体健康。当然，我们佛教也，我也有认识这样子的仁瑞啊。可是我是特别的把这个经验跟你们分享。那跟这位神父赖神父见面之后，哎，我就在思考，那赖神父他也认为他在弘扬真理，那我们也认为我们在弘扬真理，那到底我们所认同的真理哪里不一样呢？
那就在这里了。我就要跟你们探讨就这个实际上的法的内容。我们常常在佛教都讲说要有正知见，正知见。我记得我在讲普贤恨愿品的时候，解释普贤十大愿王的时候，我已经有解释了关于这个正知见，是针对这个世间正见这个部分。一切宗教都讲善跟恶的，记住，一切宗教都一定要讲善，它阐扬善，远离恶，一切宗教都是这样子的。可是它的善与恶的定义有共同的地方，也有不共同的地方。大部分的宗教，所谓神的教，以神创造神为主的宗教，它的重心在哪里？最后最绝对最究竟的善是什么善？与神同在，这个就是善。如果有一个人他认同帮助别人，可是他选择不认同一个创造主的话，他算不算是神教徒？不算，不可能的。就是说选择相信神教的人，他必须要以创造主，有一个创造主的为那个最后的归宿究竟，这样子他才能是所谓的神教徒。佛教不一样，在佛教的这个修行的这个模式，这个系统，这个思想系统呢，它不是以创造主为中心的，它是以什么为中心的？因果、缘起、业报观为中心的。所以你看哦，正见善恶，我们佛法的善与恶，我们要正知见啊，正知正见。什么是善？那我上次有稍微解释啦，善就是动机要纯善的，那对别人的利益要有长期的利益，这两个准则。而且这个利益不见得是人家一定要归顺一个创造神，他只是这个只要长期的利益是能让众生相信因果，相信缘起，正见业报。佛教的业报观啊，它没有所谓的检点数系统，就是说没有所谓的你造了个恶业，有任何的力量可以帮你把这个恶业取消掉的，就是归零啊！哦，拜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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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好啦，这次原谅你，没有这样子的，他完全是自己做就要得到这个报，没有得到报之前的话，他这个业是不会消失的。正见过去是未来是，佛教的正见呢，他讲到说，我们现在我们生出来不是一张白纸，我们是有过去的一切的这种多生多世的所带来的这个所造的业，所带来的现在这个报，而且我们时时刻刻在造业，产生未来的报。所以他必须有一个三世观呢，过去现在未来的。其他的宗教不需要，其他的宗教基本上是生出来是一张白纸，因为它是被创造的，那一直到了它的这个命的结束的话，它就一个尾端，一个结束，它的未来这未来的一世而已，就是天或地狱。正见凡与圣，就是说对佛教来讲，什么是圣人的境界你知道吗？他是没有贪，没有嗔恨心，没有愚痴的，就是深信因果的，深信不疑因果的，那这就是圣人的境界，他没有贪嗔痴的。在其他的宗教，什么是圣人的境界呢？圣人的境界是回归与神同在一体，回归那个一体，
那个清净那个体。所以我们要了解它的差别。这个正见善恶业报过去未来世，还有正见凡圣啊，这是佛法的那个特性。可是它最特别最特别的是什么呢？是正见出世正见。他讲到这个世界的宇宙规则，这个真理啊，它是与顺若多相应的。宇宙规则是顺若多，就是我们一般翻译的空性，性空的意思。顺若多就是缘起，缘起一切法无自性。这是佛教不共世间一切宗教的。所以你看哦，我就事后我在思考说，我跟赖神父我们有那样子的契合度，基本上我们对这个善恶的观念是我们是认同追求真理的，我们不排斥任何追求真理的思想。可是我们身为佛教徒，我都感觉说我们必须要了解到底我们释迦牟尼佛所教导的这个真理跟其他宗教的真理哪里不一样呢？不是道道都一定通罗马的，有一些地方是通到罗马的外边而已，不一样的地方呢。那在这里呢，又连贯到我最近又听说的，听说啊，韩国啊，还有别的国家，又有人在那里，哇，世界末日日期又在宣布了。我去做了一个世界末日说的一个搜寻啊 ，Google， 从1600年呐、就已经有人开始在 predict 预告世界末日了，每年都有人在预告世界末日了。可是很有趣的是，我去搜寻说为世界末日没有兑现而道歉的人，零零啊，没有一个宣布有世界末日的人，他世界末日过了结果没有末出来道歉的。你们觉得这个有不有趣？这是什么道理啊？变卖家产，什么东西全部准备好要去了，结果没有 不用去了、那些宣布的人都不用道个歉交代一下，为什么？那问题是，是不是那个宣布世界末日人的问题呢？也不能这样说啊，因为他可以说啊，很多疯子都在说话啊，可是不是大家都相信疯子啊。那有领导人说的，还有什么顺从啊、盲从人啊的问题啊，那是不是要全部怪在盲从的人的问题呢？有人说，有人信，一拍，大家都相信了。那多数人相信的就是对的，少数人相信就是错的，也不对吧？那问题出在哪里？我的理解啦，我不会选择是批评宣布的人，也不会选择说批评去从就是盲从的人。我觉得要去了解到这是一个思想上面的问题。末日说，请问佛教有没有末日说？末日是什么意思呢？末是末之后没有再另外一个了哦。末日就是这样，那一天一切归零，没有了。佛教有没有这种说法？没有的哦，
佛教的阿含经有讲到这个世间物质世界的成住坏空，可是成住坏空之后还有什么？另外一个成住坏空啊，再来呢？成住坏空，再来呢？成住坏空，它不是一个成住坏空，空就停了，完全一切都灭了，不是这样子的。那物质世界有一个成住坏空，那我们的心意识呢？心意识是刹那生刹那灭的，所以我们佛法才说什么呢？从佛教的宇宙观，它的时间跟空间来讲，这个心是生灭生灭刹那生灭生灭的，所以我们才说什么无我无我，有我就没有办法那么多生灭了。 OK， 那我们想到这个末日说的观念，末日说实际上从我们人的历史思想来说，它是怎么样产生的呢？它是因为神教有神以神为主的教义而产生的一个说法。怎么样的？如果有一个最后一天，那你就可以从最后一天推算什么？有一个什么第一天呢？有终啊，代表什么？有始，听懂意思吗？如果没有终的话，它没有死的必要啦。我们佛教常常讲什么？无始无终，生死流转的。这个无始无终什么时候才能到一个停止，你知道吗？它就是脱离了贪嗔痴轮回，才能进入一个涅槃的境界，那个就已经不是在生死当中了。只要在生死轮回流转里面的话，它一定是无始无终的。所以成立一个末世说，是为了要确立一个什么，合理化什么，一个最第一因呐、啊，第一个因呐、啊，就是一个创造的那个因呐、啊。因为那个因成立的话，那我们那个神教的徒才能感觉到说，对，因为有第一因，所以才有我们这些的被创造者。那因为有一个最后一个果，所以我们必须要听从谁？第一因呐、啊，要归顺什么？第一因呐、啊。佛教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从客观的说，我们来说法哦，从法的角度来讲，你要记住哦，认为有我实在的我的存在的人，可不可以得到涅槃的境界？可不可以？不可以，不可能的。他可以在这个解脱前的这任何一个境界都可以。可是他要到进证入解脱的话，他必须要了达证入什么无我的境界。那在如果有人他相信有一个末日最后一天再来就没有的话，那可不可能是一个解脱者？不可能，因为这已经违反了佛法的缘起的观念了。好，那我所以我记住哦，我不是在谈人，我在谈佛法，我在谈佛法的思想的观念。那因为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这是世界佛教会嘛，这是佛教的地方嘛，所以我就跟你们直接的告诉你们说，佛法的证悟的这个它的境界是什么。今天如果我在神学院讲课的话，又不一样了，我可能这个议题我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跟他们分享。可是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我在阿根廷，在那个他们的天主教大学东方学系，还有那个他们的心理学系讲课的时候啊，我直接一坐下来，先告诉各位，我们佛教的根本思想不是建立在一个创造神的，
请你们要了解也尊重我们这样子的差别性。为什么呢？为什么我想要讲清楚，你知道吗？因为我不希望人家认为说啊，我们所有的思想都一模一样的。如果所有的思想都一模一样的话，那我没有什么东西，新的东西可以跟他们分享。所以我都会很直接了当的让他们了解我们的差别性在哪里。那也转述，而且是友善的转述我们佛教的观点。记住，思想的正知见啊，正知见是不能模棱两可的。好，我们中国有一些语气口语化说，哎呀，天说啊，哦，天注定啊，哦啊那个啊，这个是啊，生出来的时候就已经都写好的东西啊，啊，那个就是你过去的那个业报的关系啊，所以你就哎呀认命了吧。这些语录啊，这些字啊，都不是佛法的正知见哦。他已经，那你要了解，不是正知见就是什么？邪知见，就是不正知见。我们不要说邪好像很难听，不正就好了。哎 ，OK。那阶段性的理解，我觉得也能接受，可是希望你们了解这个重点。那我现在就回归到我们的主题了，好，好 ，Chris， 请您念一遍，用广东话念。非常遇到了赛美的那天，全国选手的美女依次在太子面前经过，他们个个都很美丽，每人即从太子手中接受一份奖品，即群女子。从太子手中接受奖品，本来觉得很高兴、很光荣，但每人离开后，回到他们的群里，又都觉得恐怕自己不美丽。OK， 这个是我们啊五月25号最后读到的这个。那我那个时候不是跟你们提到一个叫做《佛说罪福报应经》吗？好，那我今天就要解释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这里面他讲到这个选美大会啊，那选美是在讲什么？外貌嘛，外貌的这种展现这样子。因为现在啊，那个悉达多太子啊，必须要选他的那个未来的太太。那在这个参与者，你看哦，每一个人去接受，去从太子接受这个奖品，对不对？觉得很高兴、很光荣，可是他们回到他们的那个位置的话，都觉得怎么样？担心什么？自己不够美丽。每个人都有一种比较、虚荣，甚至于嫉妒、不安全感，产生的一种恐惧。那这是在外貌。那我们现在来讲说，在佛经里面，如何，就是说我们的外貌还有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怎么样的因得到的果，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我们一起念，一条一条念。好，佛说罪福报应经，为人大富，财物无限，从布施中来。好，对，我等一下一条一条我解释，那我们这样念。人的财富啊，他的富贵啊，从什么来的？布施中来的。布施财物在佛法啊，就是说啊，把它列为什么？叫做外财，外在的财物。可是身体外貌叫做什么？内财，生命，就是自己的生命，一个是内，一个是外。外财就是说外在的拥有的这种财富，是从过去式的啊无限的这种布施而得到的果报。那很奇怪了，如果有一个人他福报不够的话，照理说照这个因果关系来说，他应该多怎么样？布施，多布施。
可是偏偏人的思考是反的。没有福报的人，他说：“我要等到我多一点财富的时候再来布施。”就好像一只猫，它一直往后面要去咬它的尾巴一样。你听懂意思吗？在追它的尾巴，它追得到吗？追不到的。因为要先有舍，才能有得，这是一定的，这就是因果关系。那我现在讲的这个财啊，就是说佛经里面讲那个财富啊，它第一个财富是什么？你知道你的第一个财富是什么？你的父母亲的家庭状态，就是他的环境。有一些人生出来的时候住的是爸爸妈妈的小房，甚至于是租的房子，买不起房子，甚至于没有房子可以住的。那有一些人生出来就是大房大车，一切都是这样子，还有佣人在家里。这个就是因为过去世所造的这个布施，所做的布施而得到的这个果报。所以当一个小孩子，现在的小孩子，年轻人，他在埋怨说：“哎呀，我的父母亲啊，我生错地方了。”你知道我的回答是什么吗？没有，你生到你该生的地方。我们了解因果，不是埋怨因果呢。我们佛教了解因果，是从现在的果推测过去的因，再来在现在的因缘产生现在的因，为了酝酿更好的未来的果。这是我们佛教认识因果的一个方向。它不是了解这个东西哦。比方说有一个人，他很富有，那看到一个人肚子很饿很可怜，他说：“哎呀，我知道啊，那个佛陀有说了，那个就是没有布施才这样子啦，活该。”不是哦。从佛法的角度呢，当你看到需要的人的话，你有的人，你就要了解到说，我有是因为我过去是有布施，现在这个人给我机会让我再修福报，我要珍惜这个因缘，懂意思吗？它是正面的，佛法的所有的知识都是从正面的去引导我们的，它不是一个负面的思想。好，第二，我们一起念：为人长寿，无有疾病，身体强壮，从持戒中来。 OK， 这就是内财，长寿，没有疾病，身体强壮。如果有一个人他短寿，多疾病，身体虚弱，这是什么原因？没有持戒，应该是说没有持境界。这里要附带解说一个事情，佛经里面，尤其是在戒律里面，戒法，他讲到这个因果关系，他说，包括在阿含经都有说，要得人生，身为人哦，他的条件是什么？守五戒。过去生当中有受也守五戒的话，他一定能得人生。所以在座的诸位，请问不是人的请举手，是人的请举手。哎，你没有举手哎，我有没有看错了？是人的是举手。我跟你讲，这代表什么？我们过去生曾经至少上一世持戒的，我们没有破戒，我们有守戒，没有破戒，可能犯违戒的有可能，可是我们没有破，我们守了五戒才能得人生的。所以
这个持戒的这个定义呢，不是说破戒啊啊持或破的意思，它是在讲是说你持的多么的清净。因为戒的内容是什么？不恼害众生。注意听哦，持戒的意思，它的定义是慈悲众生，爱护众生，不恼害众生。没有透过不杀，就是说透过不杀、哦、不盗、啊、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样子的方式，没有去恼害到众生。所以你看，所以生命长寿的人、少疾病的人、身体强壮的人，他们肯定在过去是有持戒。那现在有一个问题了，过去当中、过去生当中有布施，今生就一定布施吗？不一定，除非他正见成就，他深信因果了，所以他这个运作已经成了一个习惯性的东西。我举个例子哦，有钱人布施容易还是贫穷人布施容易？来，你们觉得有钱人布施 有钱的人布施容易的请举手。你们觉得贫穷人布施容易的请举手。哎，我们给他一个，不一定的，有钱没钱不见得会布施，也有可能会布施，就看他的正见、他的智慧有没有在这方面成立了，他的布施是不是产生一个习惯性的。我问问诸位，当您看到在平常的时候看到人需要帮忙，那你帮不上忙，你会不会觉得有点难过？有这种难过的感觉的请举手。OK， 那个就是一个习惯性，已经布施是一个习惯的人，他才觉得帮不上别人的时候，他会觉得说啊，好可惜哦，好，能力不足也好，时间不够也好，嘿，这样子，这就是有过去是有那种习惯。那持戒也是一样哦，过去生持戒，今生就一定会持戒吗？不一定。过去生持净戒，今天就一定持净戒吗？不一定。因为有很多人他是一世的或少世的少次的那个运作的话，他以前布施，他现在不见得会布施，因为他想在享福嘛，在富贵当中享福的时候，他根本不会想到别人，他以自我为中心。另外一种人，他持戒，过去生持戒，可是今世呢，他得到长寿及啊，他没有生病，他也没有办法感受到人家生病的痛苦，他身体强壮，他看人家这样子啊，病猫的，那吃药的，他看不起人家，他不见得这一世会持戒。所以呢，我们认识因果的话，就是说我们了解我们现有的是什么，我们缺的是什么，这个都是跟我们有没有做到布施，有没有做到持戒有关系。好，那第三，我们一起念：为人端正，颜色洁白，恢容第一，手体柔软，口气香洁，人见之容无不欢喜，视之无厌，从忍入中来。意思就是说，过去世当中有修忍辱的人呢，他有跟众生很多众生结了什么善缘，他的脾气，他从忍辱当中呢，他学到他那种，他有那样子的比较好的脾气，他的情商会比较高一点。那过去修忍辱，今世就一定修忍辱吗？不一定哦。有一些人，哎，他觉得跟人家的这个什么，他讲的话人家比较能听，结果他就利用这个来怎么，来骗人。因为他过去是修的忍辱，那个忍辱没有产生决定性的正知见，还没有稳定。当忍辱已经是一个稳定的修行的话，
就是你的业力的习惯性的一个运作的时候呢，你就比较能沉得住气，不会随便发脾气，会比较给人家机会一点。哎，人家说了什么话，不会马上又感觉到受到伤害，会给人家一点，会去观察一下，不会太快的下定论。那这种人呢，他平常的时候，人家看到他就有一种很欢喜的感觉，想亲近的感觉，这样子。有一些人进去一个房间，哇，大家说，哎呀，你最近好不好啊？都会去跟他讲话。可是有一种人，他一进去一个房间，大家快点找地方躲，怕跟他讲话。为什么？因为他过去是没有修忍辱。好，第四，一起念：为人精修，无有懈怠，乐为福德，从精进中来。这个精进呢，就是这个人他在布施、持戒、忍辱的运作，他都得心应手。那懂得精进的人，那他就会比较有什么自律性。你们有没有认识人没有自律性的？比方说，每一个父母亲都会跟小孩子说：“哎，你要努力做事情啊，你不努力的话，你就会落后啊，种种的。”那是不是每一个小孩子，你跟他讲，他就会这样做得到？没有。有一些小孩子，你给他一个闹钟，他就可以用一个闹钟起床；有一些小孩子，你给他三个闹钟，你还去叫他，他还不见得能起床。精进力不够，自律性不够。精进是一种习惯性的运作，所以过去有精进，今世一定会精进吗？不一定。它一定要持续的运作，到变成是一种习惯。好，第五，为人安详，言行审谛，从禅定中来。当一个人给你的感觉是很安详的，他讲话、他的行为都很谨慎的，我们通常看到这种人，我们感觉舒不舒服？很舒服，因为没有威胁感，他很平静、柔和的这样子。可是大部分的人不是这样子的，大部分人是急急躁躁的，苦苦恼恼的。他没有那个禅定的那个功夫的时候，他很容易会有很多的那种恐惧。那他的恐惧，我们人的恐惧虽然是想在里面哦，可是他会怎么样？散发出了一种讯息给周围的人。所以人家说，就是说世间的领导者啊，他必须要具备什么？不只是具备一种吸引人家的力量，吸引人是从忍辱中来的哦。可是能平静人家的心是什么？有禅定，禅定的那样子的那种气势、那种气氛。好，最后一个，为人才明，达解身法，讲唱妙义，开悟愚蒙，人闻其言，莫不知受。宣用为真，从智慧中来。这就是过去世有修智慧的人呢，因为他修学智慧，他在生活当中他可以有很多的不一样的那个看法，还有甚至于深入的那种观察，所以你就会找这种人啊，寻求什么啊，咨询意见。你想亲近他去了解说，哎，你的看法怎么样子？你会想要跟他学习。这里面这个《罪福报应经》啊，他讲到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就是六波罗蜜嘛。六波罗蜜的个别成就，它会产生不一样的果报。那记住，布施可以让我们，就是说在资源上面比较丰富，
持戒可以让我们比较健康，忍辱可以让我们比较有人缘，精进可以让我们有自律性，禅定可以让我们比较安详。可是所有的修学一定要什么东西？智慧。如果前五者有智慧的这样子支持，有这个正见的这样子的这个力量的话，他才能做得稳定。他布施的程度可以不是粗糙的而已，他会很高层次的，很具有思考的方式去帮助别人。他持戒也懂得怎么样的去持，他的忍辱也忍得很稳当，还有他的精进力，还有他的禅定，智慧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修学。所以我们佛教我们认识因果，我们要有一个内心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听到，哎呀，我妈怎么把我生得这么丑啊，哎呀，我怎么没有把我生得这么矮啊，啊，怎么把我把生得这么笨啊，没人帮你生的，你自己弄的，自己修来的。那自己修来的，你就要知道，你要自己去衡量。我就跟你们讲过，大家都要衡量自己的体伤多少，那个智商、情商还有灵商，把自己不足的地方去把它补足。那把自己已经做到的地方的部分呢，感恩，持续的去造那些因，才会得到那些果。所以在这个选美的这个地方啊，这些女孩子在那里等着太子看他们，他们大家都在那里没有安全感。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其中没有一个人，就是他走过太子那里，你选不选我那是你的事。他很有自信，他对自己的这个外在内在的都有自己的一个看法，他已经对自己有一个了解了。所以太子选不选他那是次要的。当然你们等一下会发觉到43之后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人出现，好吧。那今天就现在2:18了，讲一讲又时间又到了。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回向，就像每一次一样，请大家坐的放轻松，眼睛闭上。好，那你我们今天在这里呢，我们酝酿了很多的正能量善法，那我们要把这股正能量呢，我们希望能把它充满我们的内心。那请随着我念，愿我没有敌意，愿我没有嗔恚，愿我没有痛苦，愿我保持快乐，这股正能量啊，这个慈心的力量，慈悲的慈啊，慈心的力量啊，它是一股暖流，它在你的内心当中呢，它是一盏灯。那我们现在把这一盏灯呢，照耀到所有的在这个佛堂里面的所有的人。你想象这一盏灯的那个光明啊，那个它的光芒可以照耀到所有的在这个世界佛教会里面的每一个角落，那再让它扩大，让这一盏灯再扩大到整个温哥华，整个加拿大，甚至于所有人类，整个宇宙。请你把这个慈心的力量，把它所有的界限都把它拿开，让它照耀到宇宙的所有的十方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那愿所有的众生都能享受到，我们都能分享到这一份正能量与他们分享。那随着我念，
愿一切众生没有敌意。愿一切众生没有嗔恚。愿一切众生没有嗔恚。愿一切众生没有痛苦。愿一切众生没有痛苦。愿一切众生保持快乐。愿一切众生保持快乐。那现在我给你们一分钟，你们内在你们内心当中，如果有任何亲人、朋友，那或者你想回向的一群人，那你他们在一个痛苦的这个阶段，他们需要您的这样子的回向，你的慈心的那个散播的话，那你就想象这些人在你的眼前，好，你就散播这个正能量。这个慈悲的力量给他们。好，一分钟。请张开眼睛。好，那记住，希望下个礼拜日还能看到你们。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